无党籍新北市议员李欧月娥和国民党合作，20号登记参选立委。他主张政府应该要投资在孩子的身上，未来如果能够当选，一定为地方争取更多的福利。除了向中央争取新北的统筹分配款、调整一例一休之外，还要为军公教警消讨公道。背起小娃娃，李欧月娥登上竞选车，准备进军立法院，为乡亲争福利。那么第一，咱中央爱行咱新北市还活统筹款。第二，我们要调整一例一休。现在政府啊，一年休两届，咱劳工、头家甲政府三个来对立。第三，咱保军公教警消，咱爱行军公教警消一个公道，行伊一个尊严。咱即马即个社会动乱不安，过去难道毋是伫进前大家伫帮忙即个社会吗？是毋是爱来行咱军公教警消一个公道？姐妹们齐聚竞选总部，在李欧月娥正式登记参选的这天，给她加油打气。粉红军团爱乡土，以行动力挺找得到、叫得到、叫得来的自己人进军中央，为地方争取更多的福利。李欧月娥